我嘛要留10%股份，我政府也无惊。伊只是一个家里人啊，是有人主事伊也要做诶。几十亿的股份，看到一个啥人不理想的，会当摕到一笔钱？你对我做过的代志都有够好，我枉费你一世人啊！钱给我开出来！好啊，这是我对你钱，我想要弥补这20%的亏欠。阿伯做到今仔日，你走啦，恁家的人拢干那会为我家己啦。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